真的是意犹未尽。我等一下可以跟他 PS 一下。我真的今天要讲的，黎教授跟黄教授给我的题目，我是中草药专家。我真的跟你讲说，我是中草药专家。我在中医药委员会担任24年的中草药管理，这个人叫台湾中药厂114家，不急。我从中草药从进入公务员到退休，我现在是退休。那退休我在产官学院里面，我到了现在到我现在本人也在东森哦，在学行销。我都提前退休以后，把中草药这个区块，我们没有做化妆品了，我把中草药提升到做化妆品。所以我跟泰哥，我跟着做笔记哦，我跟你做 PS 解盲一下哈。你刚刚你讲到我的兴趣哈，我对植物是为之疯狂啊，对植物的热爱啊为之疯狂哈。那我解盲一下哈，那好。因为台湾我要把这个农地做成活化，我本人叫林南海，那以前在中医药师担任了24年的公职，那主管的是台湾的中药厂、中草药、中药房、中医诊所，这个区块是我在管理跟监督的。好，那我就不多赘述，那以后有机会在中草药这一块，黎教授跟彭教授呢给我都安排给各位来一个分享。我想我的内容很多，我在这个公务生涯里面编了大概七本书哈，编了七本公务生涯编了七本书哈。那在尤其是中草药的精华、中药的基准方、中药的炮制、中药的法规，还有中药的炮制，哦这个部分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哈。我来跟开个这个分享一下哈。好，台湾呢有土地就有财，哦各位，我讲各位是专家，各位是实际的工作者。哦，实际的工作，这很多。我想把这些农业来活化起来。那最主要是什么？要种对种啊。哦，种对种。那植物要种对种，中药讲求的是基眼啊，讲基眼啊。你种的川七，到底是土牛七还是川牛七？对，土牛七我们就是草药，川牛七就是中药。哦，这很重要，我跟你解盲一下哈。这个要种对种哈。本草纲目呢，那土地当然有土就有财，有土就有财，一定要把这个土地去做活化。刚才专家也讲过了，土地绝对可以活化，可以那个改良、哦、你要种什么就种什么。那在这24年当中，我跑遍了东古大陆大江南北、哦、每一个地区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你吉林就专门种民生，四川最有名的全部的中草药的集散地都在华南、华北的这个地带，都是。所以你看到中药有一个川字的，川牛膝、川红花、川当归等等，叫川，对不对？你看到川就是道地的，川七等等，这个川字叫四川产的。所以在这华南昆明这个地带里面，我大概跑了大概一年多，跑十几趟去看原产地，去看原产地。所以这个我当跟各位部委跟各位讲的是说，人生怎么注重。注重怎么注重，肉会怎么注重，怎么应用。所以现在我在学校里面建的这生物制药工程，在原本是畜生的工程，把这个植物去做活化，植物去做活化。好，我就不要讲那么多了，不能这个话题就讲不完了。 好，那我简单讲《本草纲目》记载的叫做中药，那在卫福部里面去把它《本草纲目》记载的都叫中药，只要它提类当食品，提类当食品才能当食品，不然你怎么做就是药材，就是药事法。那现在药事法，化妆品的化妆品管理条例、食品卫生管理条例，我们化妆品抹在体外就做化妆品，只要进到口就食品卫生管理法，只要你宣称疗效就是药事法。各位不要触犯到那个一法，食品宣称疗效60万，食品宣称医疗效能，宣称医疗效能，药品夸大3万，食品夸大60万。所以我不得法，所以一定要去种对种应用你做产品。还最重要，我们目前刚才讲的、生药草药要用植物，中药这管理都不一样啊。只有中药受药事法管，其他的要用植物、生药草药都属于民间草药。刚才Tiger讲的那几个叫做草药，不管是白鹤灵芝、左手香、倒手香都是草药。那以前我们在中医药师管理的是你的验方、经验方、秘方都可以使用，但是你就不能宣称疗效、哦、那你要宣称疗效，按照他一个人来讲走临床，
民众一走没有十亿、二十亿，还加了十年、二十年，你还研究不出来。到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复方登记为新药哦，目前中药全世界，那个中药新药是我炒泥的，炒泥完以后又隔年又弄了一个植物新药。简单的中药就是你的秘方可以透过这个试剂的人体试验可以变成新药。目前的新药是红曲化疗样，跟目前的有一个中风的复方刚刚领到照了，是全世界只有台湾第一个，好、哦、第一个哈、哦。好，那这些中药植物药，中国没有批过吗？没有，通通没有，通通没有哈、哦。那好，刚才泰哥讲说哈，你要去做单一成分的 pure。因为一个植物的成分里面大概不下一二十种了，你只要单提出来，那叫植物药。那植物药我们有开放，你可以登记中药，也可以登记西药，登记西药，也可以到中药来申请临床。只要你临床过，你自己选项，我要登记植物药，还是要登记所谓的西药？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不要去花冤枉钱，因为我辅导这个东西都。太烧钱了，太烧钱了、哦、好，这个大家去认知，你到底是要用植物，还是做生药，还是要是做中药？好，这个讲完以后呢，最重要的是，刚才各位很多的农业专家对不对？有一个概念，跟应用者跟种植的很，你只要有概念。第一个，一条红线在这里，新鲜的，不管是中药什么的植物、生药、药用植物，只要是新鲜的，就是农产品。各位。只要你是新鲜的农产品，新鲜的农产品，你要去做什么？不要去管它什么药食良药，只要是新鲜、啊。当然这有工艺，新鲜你是做到底是低温萃取呢，还是超临界萃取等等，这是你的制法工程，你的秘密。只要你说你的原料来自于新鲜的，通通叫做农产品。各位，这个概念一定要记得，只要新鲜的这个农产品，不要去管中药了。当归我新鲜，当归我种在林里面，拿起来。新鲜的嘛，对不对？你要怎么做？去做什么？任何的产品都叫做农产品，叫做商品。你不能先称疗效，对不对？记得，好记得。只要你这个产品晒干了、阴干了、烘干了等等，都叫药材。记得哦，干品叫药材。所以卖当归卖红枣卖到干了以后，新鲜本来是大枣嘛，对，新鲜农产品，对，卖到变红色的，卫生局来开单，你是中药材，你没有药商执照，3万块。知道吗？所以干品跟新鲜品差异在这里。各位，你在种植的这个区块是新鲜的，做农产品，你不要去想它新鲜的，你就煎煮炒炸，你的工艺就是煎煮炒炸，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做也可以啊，冷冻干燥可以吗？对，冻冻可以，不能晒干是新鲜的，你只要晒干再去加工就是药品。你跟卫生单位都说不清楚，你去干品做的嘛，对不对？不好意思，这没有公告当食品。客家的菜粕。菜粕，菜粕现在有人哦，治疗咳嗽的菜粕哦，润肺专用，对不对？你就会讲老菜粕是润肺专用嘛，对，哎，好，这是老菜粕，当然是新鲜的炮制嘛，好炮制，那就是农产品，哎，农产品，好 ，OK， 很多没有这个生命方，有人在做研究哦，做老菜粕可以润肺哦，好，可以润肺哦，这个我就不用讲哈。所以好，刚才讲到说好，农产品新鲜的跟干品一定要去记得。新鲜的就是农产品，你不要去管什么药事法，你就不要去先称疗效了。好，这个区别以新鲜跟干品以外，后面你就是知道了。只要是食品就是食品，不能先称疗效。你不能食品，我就一定会怎么样，不行。但是各位开花的时候，你做食品要比药品有效。第一个，食品就是要做有效的食品，让你吃了会再回来，不用你讲，不用你写。你要去开发有效的食品秘方嘛，有效加刀就回来，不要去开在那上架式的等等这些东西。你上架卫生局就来，你这个有没有配方审查？你一定要想后面来讲，我这什么？左手香新鲜萃取，当归新鲜萃取，红枣新鲜萃取，只要写萃取物，通通没事，因为叫做新鲜的，知道吗？这个有法规的，这个有法规的哦。哦，这个你要去标示的时候，产品不能写当归哦。就是当归鲜品萃取物，多写三个字可以少掉60万、哦、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划人家的时候，不然你说你怎么做法、哦、这个我是常常在弄这个。好，那中药干品刚才庄老师有讲的，干品是要经过炮，中药没有炮制是没有效的。所谓炮制，从新鲜的到晒干叫做炮制，这中药的名词叫做炮制。不管你是用烘煮炒炸就变成干品，对不对？
就是中药。但这是中药的过程，不能火候大火消火温火，做起来成分会有差异性哦。哦，钟老师很专业，好、哦、的，很专业。工艺不一样，成分就会不一样。我今天应该薄荷在，应该放在大火里面阴干，你不能太往直射，不好意思，精油通通不见了。即使你有做出来，也不香，知道吗？那工艺那个炮制很厉害，我在那一本中药炮制是我积了一二十年才把它挤出来的哈。实在很太厉害，我们的那个五千年文化是真的是很伟大。怎么古时候人没有仪器可以知道说我就下两两下三两，所以常常被 CEK 然后你都没有临床，就是中药都是书上写的，都没有做临床。反过来我跟他讲，我们这里都是人类全部吃完有效才登记下来的《本草纲目》，你懂不讲？都是人体试验直接吃完没有死掉的才列入方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医学大辞典的五个方。1550个方，就是因为都没有吃死掉，就会记下来的 N 方，所以国家就开放，只要中国医学大辞典记载的方，通通可以来申请，只要是药厂就可以来申请。哦，这是中药，哦，你要做完整高单，做 Q 型中药都可以。好，好，这个补述一下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来，刚才讲的鲜饼跟甘饼都有。好，以前大家都有那个有讲到上山采药是一个品牌，各位知道吗？比较有年纪一点的，不好意思，有上山采药这个品牌，他当时就不晓得这个法令一推出来，上山采药这个连米白、极白、黑斑、淡斑，马上卫生单位就进去了。为什么这个品牌让你听三年，他就不见了，经不起罚款他开花的时候找不到对的人，好，所以这个上山采药这个品牌是很好，但是他行销的方式错误了，行销方式错误了，所以他就挂掉了。我目前没看到，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记得新鲜产品你就不要想疗效，只要你的秘方、验方有效，它会再回来啊。哦，所以我各位奉劝各位，你要做食品是一样，做有效的食品、有用的化妆品，这样知道吗？这个概念有了以后，你就独立去开发，怎么做请专家。每个工艺的方法，这些教授都很厉害的。哦，你只要去问他这怎么做，成分可以比较足。哦，这样很清楚哈。哦，再来是。在新药刚才讲新药，那刚才钟老师也讲，体验是最好的行销，让人气家啦，让人气晕啦。做小包，你再做买大罐，做大中小罐，现在不敢用的买小罐，用到回来的买大罐的比较便宜，这样这个概念啊。哦，现在我在学行销，如果在行销的时候，假如你更好，你用你的很好的产品拿到我们东森来卖，好，我帮你设平台好不好？我们现在的平台有80000多种，我帮你。只要你论的好的、有效的，来找我啊！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时间应该剩下8分钟。OK， 好，再来是现在起，你就刚才我们讲到回到精油，前面应该都讲过了嘛啊？香精，我就解盲一下，香精跟精油不一样哦。刚才张老师讲的很对啊，香精是添加的，精油是植物萃取出来的。好，刚才那个譬如我们刚等一下这一张，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分享啊。香精是大家叫有做化学的，你做精油是，我回到主题了，精油就是要做到有效。那精油的管理以前在目前卫生署里面通通没有人管，没人管了。以前说还记得吗？说那个点精油爆炸，对不对？哦，爆炸的瓶子因为里面因为含酒精，所以需要的时候说药政处管，像现在讲 FDA 叫管，就是管这个里面含酒精的量，你到加多少剂，你加5cc、10cc， 你就要去。配方报备了，后来以后大家发明有没有倒在这水里面熏，或者倒在那个里面有烟的有没有跑出来那种叫水氧剂是吧？水氧剂是吧？花生这个也有，就好那个 FDA 也不管了，你就去用吧，你就不先疗效。所以目前是灰色地带。好，我再讲回来，他可以讲精油是所有中药里面最顶级的中药，要知道吗？要记得，但是又没人管。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很聪明，想把这个东西拿来，只要中草药里面有精油，使劲方法去把它榨出来。你说人参有没有精油？有啊，人参精精油啊，有没有精油？每一种重要的精油都是各种工艺不一样，去把它榨出来，绝对有。刚才已经有很多专业的人讲过了，不管是多酚类的、多酮类的、黄酮类等等都有，那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些专家，你要去请教专家，把你的农产品去精致化，就会有钱赚了。我认为这个是刚才前提在讲，有图就有财，一定要把这个
种下去，你啊种要种单一型的。我今天就薰衣草去，我今天就种当归，你不要一块地种了七八种，那到底是去看什么？你变成没有特色。你有一分地就种薰衣草，第二分地就种红枣，第三分地就种所谓的那个薰衣草，不同颜色它都不懂七去打卡，不能去它的打卡不漂亮。所以自古以来就硕大便是美，一定要做到这样，所以这里土地你就可以有活化了，这个是我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好，再来是我们中药有做精油，中药做精油，各位沉香记得吗？日本最风行的打沉香是打坐一定的沉香，它安神定魄，安神定魄是经过我们的年末吸收。为什么有的人打坐要去刺薄？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自己弄个密室刺薄，把精油点上去，你看你的50%全部在吸收了，不是只有鼻孔在吸收。穿艾宝在那边一直打坐，就是全能猫是绝对100%有效。你只要你的成分足，刚才那个时候已经分析过，成分是经过仪器分析出来的，不是我讲的。你要不要去这个成分做的纯不纯？这一家做的好不好？不要去做精油了，不要去做香精啊，一定要做精油。精油是所有中药里面的最 top 的东西哦，啊，干扰中药没管，啊，只要有效，你这个方，你这个配药就好了哈。OK， 好，那我很快的，我今天既然用精油，在我们平台上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精油，我们开了今年我们有开发了一个香水啊，哈，刚好是因为我在自然美负责执行长，哦，那负责研发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来分享一下。简单的讲，我为什么要讲说有效的？好，没关系 ，OK， 好。那今天我简单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到5分钟而已哦。要开发精油就是要有效，让你感觉到有效叫做精油。刚才我这前提不是中药吗？全部都是中药做的，好，全部中药好。这个大地精油大概是科学研发的精油，就是经过芳疗师20经络、大络、小络、纹络，你这个精油呢，都不跟分子量一样，你一定要用不一样的东西。你睡眠的要用什么睡眠的精油，那睡不着又睡不着的精油，提神又提神的精油，我们是朝这个通路去做。那这个都有按照科学仪器去做了，科学仪器一定是用卫生部的仪器去监测出了这精油有没有效。这样好，下一页。那当然经络仪去测过以后呢，我想，庄老师这一块应该多琢磨了啦，多琢磨，绝对有效。只要你里面的中草药绝对经过 pure 去跑了以后，用机器 mass 去跑以后呢，都可以看得到你成分到底纯不纯、凉不凉，这个部分好，然后下一张。那这个这些刚才庄老师讲过了，这些成分都是经过这个所谓的机器 mass 去跑出来的。是有效的成分，特别我要加什么东西，我要加当归，让你闻了就是有补血调血的作用，那你就有气、有气色、有接血液循环，有活血化瘀的功能，是按照你的配方去做。好，下一页。好，那这些大地精油，我们顶级的保质300年的精油里面，世界顶级啊，大概有刚才有前面的专家讲过了，我们有意大利来的，有法国来，有澳洲来的各种原料。好，下一页。那这些是我们是法国普罗旺的，跟埃及田马玉兰的精油，大概这个精油我们有复方，有单方。我是今天是跟各位分享有这个精油。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当然我们开发的有五支啊。第一支是金木水火土，我们就谈到中医哈，金木水火土哈。第一个是免疫系统，再来是压力睡眠，第四个是内分泌，那第。水火土是好代谢取暖，那土是消化系统。你看看我们精油的配方是按照这个去做，但是我们商品不能，因为你看我们的自然美商品，在我们没有上架式的产品，都是电话行销，讲到你不买好像对不起自己。真的，我们会卖，一个礼拜就可以4000多万，你看不出来吗？我们5瓶而已哦。5瓶20沫，1瓶20沫，可以卖到13000块。好，13000。OK， 好，下一张。好，这我今天太没有时间。好 ，OK， 大地防护精油这些平衡的，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按照金木水火土去把它开发的。
哦，去开挖的哈、哦。那当然，前面的四音字我都不用特别讲，这是我们电话行销在跟人家讲，这个商品只要放在药局里面，大概卫生局就来开单了。好、哦，这样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就靠人口耳的相传，等你试用过，哎，真的，哎，今天睡得很好，你就在嗯，我买五号，譬如我买五号，我们一二三四五号。那就卖五号，编号是已经固定了，对，固定的，就手里买几号精油，直接上网去买，好，就 OK。好，好，下一页，好，再来这顺畅呼吸的这个一号精油，就不用去多做介绍。一号，我们看到的是里面的薄荷搭配气味清香，所以我们在开花精油一定有一个主剂，重要的精神种子里面一定有一个主剂，其他的是让你好看，不要说啊这个没料，你知道吗？没料，其实那是在混合你的储存。因为中药也有防腐作用嘛，你不要看它的配方里面是看这个是主剂是做什么，这一支精油是让你睡得早，还是让你血液循环，还是让你眼睛发亮，还是让你鼻子会通？哦，主剂不一样哈、哦，不一样哈、哦。OK， 好，下一张，好，再来是放松心情的哦，定放这个心情的这个部位，我们有二号精油，那大概最主要是佛手柑哦、甜橙皮跟罗马的洋甘菊哈、哦。好 ，OK， 下一张。那这个平衡复方，哦，平衡复方这个也一样，三号，哦，三号是这些，哦，三号这些 PPT 可以提供给各位，没有关系，好，好，好，在前动启动的这个筋骨松腰土里面有血松，有骨质米这半，这是我们经过专家，经过我们 NR 团队去把它做 test 的，再经过机芯 mass 去跑出来，成分足不足？当然跟价钱有关系啦，你要做20%，要做80%的嘛，对，你要10%的，不要说嫌它贵。你要买的单位是买20%的还是买80%的价钱不一样。我说精油是一个很灰色地带的产品，什么都会香啊，怎么不会香？你需要闻香的还是闻有效的？哦，这个是开挂就很有钱赚啊，哦，你有钱赚，所以为什么卖这么贵？我跟你讲说绝对有效。好，这样好，好，下一张，啊，五号就是疏火调理的复方，我们都是复方，好，疏火调理复方，这些带来的这些清新的这些。我就不用多说讲了，但是成分是清新的薰衣草、黑马薏仁、全身皮这些等等，我们去精制哦，经过专家所有原料就开始精制完去添加，到底我添加2cc、3cc、5cc， 是我们去做 test， 我们的产品要推出，我们的员工300人要做 test 完说回见300份，再去哪一个理论哪一个怎么改有没有效，我们再回来改完再推出的，哦，是这样，我们员工有5600多人。每一个产品都要300个人做 test 哈、哦，好，那大概是这是五支，大概是介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只要有兴趣，下一次可以再安排一个专门的中草药开发应用，我很有兴趣讲，好这样，好，谢谢各位，谢谢妈妈，是吧？太厉害了，一级棒开始，一级棒结束啊，大家肚子一定非常饿，不好意思，是吧？我今天时间没有办法，你今天快过来看一下。归咎一次，跟线上的朋友说明一下，因为下午第一次的主讲不方便把画面分享，所以我们下午应该是2:10左右在进行直播。那接下来是午餐时间，刚才我们的温先生已经说了，到楼下是这是六楼。到4楼以后就是他的商场，所以各位可以去找个吃的地方，有很多吃的地方啊、哦。那如果你不想跟着大家吃，那就可以请问。就是走到4楼坐电扶梯，现在开门了，所以可以坐电扶梯坐2次，哦。走一层下去是6楼嘛，哈、哦，再坐2次就到4楼 IKEA， 进去 IKEA 的卖场，走到最里面，那是它最大的一个餐厅。哦，那边位置就很多了。哦，那里4楼的很多餐厅，但是它位置就比较小。5楼有开餐厅，但是它的位置比较少，那也比较贵。好、哦，大概这样，1:40回来，那包包可以放这，我们都会锁门。谢谢。好、哦。刚才有那个 QR code 那个。QR code。哦，报到柜台也有。报到柜台也有那两个 QR code。欢迎加入群组，然后那个林博士会说会分享档案的话，我们也、啊、分享出去可以吗？对，这个给你就没事了。嗯，谢谢。下次。然后我现在进去。充电在那边插可以啊，就在我的位置的前面后面有一个插。可以，你不要拔我那个就可以了。我问一下，刚刚您讲说加入群组的，他们讲完讲完就。这个，谢谢，好好好。
我先停止录了，我刚刚你叫我录，我才录。而且，现在我在这个荧幕录啊。好。